자, 완성하신 것 같죠? 율동을. 예, 노래를 실패하셨습니다. 랄랄랄랄라. 자, 노래까지 크게 하면서 한 번 더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봉사자분들은 두 분은 1당 5. 1당 5. 자, 무슨 말씀인지 못 알아들으시죠? 예, 저희만 통하는. 자, 준비. 벌써 얘기를 했네. 1당 5가 5명씩 모시고 나오라는 얘기입니다. 자, 봉사자들에게 지목당하신 분들 중에 거부를 하신 분들은 2차로 진행자가 갑니다. 예, 진행자도 거부하신 분들은 저 카메라가 처음부터 끝까지 예, 찍고 있습니다. 자, 봉사자들이 모시고 나오시는 이 지목당하신 분들은 순순히 나오시는 게 좋습니다. 자, 모시고 나오세요. 1차. 예. 아휴, 좋으시면서 빨리 나오세요. 아이, 어서 나오십시오. 이 여자분들이 봉사, 여자분들이, 예. 해결 안 되시는 분은 저를 불러주시면 되겠습니다. 세 분, 네 분, 다섯 분, 예. 김옥출 선생님 다 불러 나오셨고요. 제가 갈까요? 예, 나오시고. 자, 마지막 한 분. 예, 우리 원영자님. 와, 박수! 자, 이제 윤수림 봉사자님이 한 분 더 추천받았습니다. 한 분 더? 예, 나오십시오. 예. 인원수로 밀리는데 어떻게 한 분 더 모시고 나올래요? 기다렸다는 듯이 웃으면서 나오시는데 박수! 우리 김옥출 봉사자님이 모시고 나오신 여섯 분과 윤수림 봉사자님이 모시고 나온 여섯 분이 시합을 하겠습니다. 예. 어느 분이 더, 어느 팀이 더 잘하는지, 잘하는 팀은 들어가고, 못하는 팀이 남아서, 자, 한 번 더 하고, 예, 들어가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자. 이렇게 서서 하면 안 됩니다. 어떻게 해요? 아, 안 되죠. 아, 거기 서, 봉사자님 거기 서고, 같이 해야 되니까. 자, 누구까지가 여섯 분. 예. 예, 됐습니다. 아, 제가 가운데서 기타를 치죠. 좀 더 옆으로 가보세요. 예. 자. 잘 판단을 하시고 예 어떤 분들이 남아서 또 한 번 하실지 어디 가십니까? 아, 이 앞으로 나와서 자, 거기서서 뭐 하십니까? 지휘하십니까? 예, 앞에를 보시고 차렷 잘 자, 다 같이 길가에 앉아서 하기 전에 고향의 봄 한 번 더 해보고 길가에 앉아선 자신 있게 나오셨죠? 자, 고향의 봄. 자, 다 같이 원하시는 대로 하십시오.
박수. 잘 보셨죠? 예, 평가를 잘 해주셔야 됩니다. 자, 이긴 팀은 들어가는 거고 진 팀은 남아서 할 거고 거기에서 또 남으시는 분이 계실지 몰라요. 예, 열심히 하시기 바랍니다. 길가에 앉아서 다 같이 불러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그래, 힘차게 하나 둘 같이 하시면서 김옥출 선생님이 모시고 나온 여섯 분이 잘했다고 생각하시는 분 힘차게 박수! 아. 자, 그럼 윤수림 봉사자님이 모시고 나오신 여섯 분이 잘했다고 생각하시는 분 힘차게 박수! 앞에선 박수 소리밖에 안 들리고 뒤에서 함성 소리가 막 들려요? 다시 한번 제가 이 가름을 못하게 다시 한번 자 이쪽 팀 박수 자 이쪽 팀 박수 여러분의 그 의견에 따라서 이쪽 팀이 졌습니다. 아니요 진 팀이 들어가는 게 아니죠. 예. 진 팀은 남아있고 이긴 팀은 들어가기로 했는데 제가 마음이 바뀌었어요. 여기에서 여러분들이 딱 보시고 정말 잘하시는 분, 잘하시는 분 한 팀에 한 분씩 이 팀에 한 분, 이 팀에 한 분 뽑아주십시오. 자, 추천 받겠습니다. 이 팀에 한 분, 이 팀에 한 분. 아이, 그 팀에서 의논해서 내보내시겠습니까, 그럼? 아니요. 자, 이쪽 팀 어느 분이 좋겠습니까? 아, 우리 김원경 님이 잘하신다고. 자, 맞습니까? 예. 나머지 분들 인사하시고 들어가십시오. 아니, 거기 아니. 자, 이쪽 팀에서는 이쪽 팀에선 지목을 해 주십시오. 아무도 안 계십니까? 예? 아, 김순현 선생님. 나머지 분들 들어가십시오. 자, 미성 씨. 자, 아이고, 선희 악수. 악수. 예, 80기에서 제일 율동 잘하시기로 유명하신 두 분이 뽑힌 거죠. 자, 이 두 분과 함께 다 같이 힘차게 재밌게 부르시고요. 이 두 분께 제가 상품을 드리려고. 예, 준비됐습니까? 예, 자, 준비. 다 같이 힘차게 부르겠습니다.
저녁 시간에 상품을 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 수고하셨습니다. 박수. 자, 한 뜻을 가진 분들이 모여서 함께 즐겁게 노래하고 율동하니까 즐거우시죠? 지금 걱정 같은 거 생각나시는 분 계십니까? 안 계시죠? 다 같이 일어나셔서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시고 힘차게 하시고 자 강의를 듣도록 하겠습니다. 我们的身体呢是由细胞组成的。有记录着传递信息的文字。哎，啊，对是。呃，这是拉他那的，我们这个中文通声传递的。 통역 소리가 나지 말라고 저기 저 방음 부스까지 만들어놨는데 소리가 막 나네. 아마 통역 소리가 굉장히 큰 모양이야. 계속 나는데 소리 내봐요. 아, 안녕하십니까. 네, 계속 나. 다시 말해 보세요. 오케이. 이제 안 들려. 오케이. 자, 우리 몸은 세포로 구성이 되어 있는데 그 세포 한 개 한 개에는 아주 우리 인간의 지능보다 더 높은 수준의 지능으로만 만들어 낼 수 있는 글자로서 특별한 굉장히 지능적인 프로그램이 입력이 돼 있어. 암세포 죽이는 프로그램, 변질된 유전자를 회복시키는 프로그램, 예? 우리 음식을 소화하는 프로그램. 우리 인간은 그 만들어낼 수 없어. 인간이 만들어낼 수 없는 존재라 우리가. 예? 그 글자부터가 우리가 인간이 만들어낸 일이 없어. 그 글자를 염기서열이라고 불러. 그렇죠? 그 염기서열이라고 부르는 희한한 글자로서 우리의 생명을 유지하는 프로그램이 짜져 있고 그 유전자가 무엇을 받아서 생기를 细胞里面的生命程序 받아서 운영이 되고 있습니다. 생명의 气息 进入身体里边 그렇기 때문에 생기가 일시적으로 那么所有的功能就会正常的运作。그 프로그램들이 잘 운영이 되지를 如果这些生命程序그래서 그 생기가 无法正常的运作 왕성할 경우에 우리가 体现出一种某个体病。那么生命的气息在我们正常运作的话，我们就称之为元气旺盛。我们的人体就会生命。生命气息的本质就是真善美。那么我们学过，生命气息的反对的就是真善美。那么与真善美相反的能量就是恶。善的反应就是恶。恶。灭的呢？对，反对的呢？就是假恶。就是假恶。 정말 더럽고 매스껍고 뭐예요? 아, 令人作呕的事情.
那些丑恶的东西，那些虚假的信息，当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真善美的生命气息就会被。그럴 때 우리는 기가 흉闷，脾气，啊，我们称之为血气。 진선미가 막 몰려오면 真善美，我们称之为血气。진선미가막몰려오면当真善美出感动的时候，我们内心就有生命的气息在涌动。이생기이자체만보면은相当이간단하다고볼수있습니다可以说是十分简单的。텔레비전에들어가는전기그자체는그구조물은结构是非常复杂，그구조가뭐예요? 精密的，复杂别说，可림도나오게할수도있고그구조가복잡할수록，但是接收器的기능이전기로말미암아，结构越是复杂，那么电能所能体现的功能也就越大。생기는간단하지不，那么生命的气息，이몸이라는우리인체라는구조자체는뭐예요？但是我们人体 要比电视的结构要精细，要比电视的结构要精细。生命的气息进入我们身体以后，我们就会呈现出各种各样复杂的生命现象。那么它功能呢，是连我们自己都无法估量。那么我们了解的是一点，那么生命气息本身是十分单纯的。当我们 了解到我们身体的结构是十分精密、十分复合体的。当生命气息进入我们身体里面，那么我们就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生命功能，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感受，可以出汗。那么我们的 그래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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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呢？过去血液中的糖啊，很容易供给到细胞当中，现在为什么不能呢？正是因为遗传基因发生了病变。当我们摁开关的时候，电梯的门就会打开。那么这个开关被门闭，当胰岛素来。 按起这个门铃的时候，门不准任何反应。那么遮盖这个按钮的物质呢，是非正常的物质。那么我们体内当产生这种非正常的物质的时候，说明我们的遗传基因已经发生了病变，进行异常运作，生产出异常的物质，从而 阻碍了人体的正常的功能。所有的疾病导致疾病的机制就是这个。那么遗传基因大概有三万多种的基因。那么三万多种的复杂的基因，如何来作用？让它们运作起来。那么它的功能呢，就呈现出完美的功能。 기타. 那么刚才我们演唱歌曲的洪老师，他弹的吉他几根弦呢？几根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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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8개 금만 가지고 88가지 소리 못 내는 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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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가지 소리 못 내는
经过各种的声音的组合，它可以发出无数的合音。数万个啊，可以发出无数的合音。随着手指头在键盘上移动，可以发出很多的声音。就像这个道理一样，尽管我们的遗传基因只有三万个，但是三万个遗传基因可以奏起非常壮观的、非常华丽的生命的交响乐。여러분이이제이런얘기를듣고大家听到这样的。뭐가믿을만하다아你们心中有一种感动啊，说生命的气息是十分重要的。우리인간이对我们人来说，아무리유전자에대한지식이많아질지라도，我们即便对遗传基因的知识再丰富，이렇게복잡한기능을，但是我们对这么复杂的遗传基因，우리의사들이여러분의유전자를조절해줄수가없어요，无法进行调控，是吧？我们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사람들이자꾸저한테이걸물어요，有些人就问我，就说李博士。방사선치료할까요아进行化疗呢还是进行지금막그게물어보고싶었어아现在有些人就想问我到底接应不应该接受化疗我应不应该吃那些啊抑制癌症的药物대답할때가안됐습니다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回答你们的时机还没有到방사선치료아무리해봐야那么你们再接受化疗유전자를회복시키는치료는뭐예요不恢复你们已经发生病变的遗传基因的话再进行化疗，那么只是抑制和杀死癌细胞的治疗过程，但并不是治愈你们已经发生病变的遗传基因治疗。那么进行化疗的话，那么不但杀死癌细胞，同时正常细胞也受到伤害，正常细胞里的遗传基因也同样受到伤害。所以呢，化疗。완전히낫는通过化疗能否完全治愈癌症？완전히낫는다는말은무슨말이에요？啊，那是不可能的。유전자가회복된那么完全被治愈是当遗传基因病变的遗传基因完全恢复正常才叫完全的治愈。유전자가회복那么我们新起点生命运动所讲的治愈完全治愈就是遗传基因的完全康复。那么医院所讲的康复是什么呢？不是指遗传基因的康复，而是指癌细胞在身体里已经被抑制住了或者被完全消灭掉了。这种状态在医院里称作被治愈了，治愈的状态。有这个会存在这种状态吗？啊，也许会有。그러나그런완치를받아봐야但是经过这种완치가아니에요治疗以后呢왜요其实不是根本上的治愈因为什么为什么왜요为什么呢예원인은제거되지가뭐예요原因还没有得到根治原因在哪儿呢내생활속原因就在我的生活习惯上那些让我们的遗传基因发生病变的生活习惯上，那么一时身体里的所有的癌细胞都被清除出去了，都被杀死了啊，就算已经完全被治愈了。그럼완치점부터시작해서다시뭐예요？那么治打被治愈的那一天，那一瞬间起，我们身体内还会出现什么？癌细胞。那么，所以有很多经过化疗治愈的患者，在不过多长时间还要复发，这种情形很多。这不是真正的治愈啊，因为它的遗传基因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懂得啊，懂得只有使遗传基因完全得到恢复，我们才能真正恢复健康的道理。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实践如何让这些受伤害的遗传基因重新得到康复，让那些癌细胞重新变成正常的细胞。所以呢，你们要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你选择怎样被治愈的方法呢？是通过化疗呢，还是从根本上来医治你们的疾病呢？啊，你们自己自问这个问题，然后自己寻找答案以后，
然后再来问我啊，当你们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这种提问可能也就烟消云散了。 근데 그래서 이 뉴스타트에는 所以说星期天生命运动呢 아주 병원에서 아예 뭐요? 那么很多医院里已经判死刑的，说我们已经无法用医术来治疗这些患者。 对医院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患者才来到星期天生命运动程序。啊，前不久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进行了星期天生命运动程序。男편이위암으로서啊，一位太太呢，她的丈夫身患胃癌，췌장으로도전이돼，已经转移到了胰腺，脾장으로도전이啊，脾也已经染上了。그래서啊，癌细胞。加拿大에사는토론토에사는분들인데，他是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先生，2개월밖에못삽니다。那么加拿大的医生说，你只有2个月的活头。수술도안된다，手术已经太晚了。 그래서 한국에 연락해봤더니 한국 선은 수술 할 수 있다고 나오더라고요.他向韩国联系，韩国说韩国可以做手术，所以他就来到韩国。做完了手术以后呢，癌细胞가 몸에 완전히 퍼져버렸기 때문에 癌细胞 이미 转移到了全身。 수술은 했지만은 할 수 없고，但是临床上已经无法再治疗，最多能活多久？就是最多你也就能活一年。 그래가지고 아주 실망을 했어. 所以他大失所望。 한국 오면 완전히 나. 他以为到韩国了可以完全得到医治，但是没想到。더 이상은 아무 치료도 할 수 없으니까. 已经不可救药了。所以说，我们已经再没有办法医治你，你回去吧。他回到加拿大以后呢，在失忆当中，他恰巧听到了这个星期天生命运动的信息。他来到这个。 암세포를 죽이는 치료는 이제는 더 이상 해봐야 소용이 他知道了那些杀死癌细胞的治疗方法已经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那么下一个阶段什么？那么下一个阶段只剩下这个什么？怎样让这些发生病变的癌细胞转成正常细胞的方法？让我身体里。 残留不多的那些已经不正常运作的那些 T 淋巴，怎样让他们正常发挥工作、发挥能力，然后让这些 T 淋巴在我身里越来越增多，只剩下这一条路了。所以他突然眼睛豁然一亮。 当他明白生命的气息进入身体以后，这种生命的气息在身体里边，更加万圣的道路就是，要有信心，要有希望。啊，感动。这个时候，生命的气息会充满在我们身体里边。啊，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相信的时候，这种生命气息在我们身体里面会鼓起。所以他。 积极的参与，这是他从来到佛罗里达。我在2003年第一次见到他们，2007年第二次见到他们。时隔4年，这位先生已经变得非常健康，又一个奇迹，生命的奇迹。他对我说，他期间呢，这期间和照片。 会上扬到网上的。加拿大医生呢？6개월후에가니까。6个月以后去见加拿大医生，他说：“哦，안죽었다이거죠。”哦，你怎么还活着？哦，我查他这个医生曾经说他只能活2个月。그러면은매월검사하자。他说你每个月都来医院来检查。所以他每月到医院去检查，每月做检查的时候，他都。 恢复的更加完好，那么2个月去一次检查，每时隔2个月去做一次检查，然后身体变得越来越好。说你两个月不用来，3个月来一次做检查。그래서这样，드디어6개월만에한번。这样6个月来检查一次。그래서이제现在呢？医院说加拿大大夫说，지난11월달에上个11去年11月说。 是个6个月去见医生。再过6个月是什么时候呢？今年5月份是吧？今年5月份你再来进行一次复查，然后你就不用再来医院了，说明你完全被医治了。
그 이 사람들 하는 말이 아, 다만 쏘아. 병원에 그렇게 규칙적으로 한 뭐예요? 한 4~5년 댕기다가 하지 마라 그러니까 섭섭하더래. 아, 저요. 요구일이도 취 의원 정말 일상 생활의 일부분의 취 의원의 事. 不让来了还感到有点心寒了。癌细胞 癌细胞 也可以重新恢复正常。那么那些丧失功能的 T 淋巴会重新找回它的功能。那么生命程序已经预先在我们的细胞里已经编好了这个程序，只等什么？只等我们相信这个道理。啊，当我们内心充满感激、感动。 믿어드리면那么最终程序就会重新被启动。那么当我们信赖、相信的时候，生命的气息就会进入我们体内。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把营养、运动、阳光、水、节制、休息、信赖这样的生命生存必要的条件，在具备的话，那么我们康复。 就是时间问题。医院说啊，你不要再来了，你不用再了，因为你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大家要相信。那么每一位来到新起点中心的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药方，是吧？ 그래서 무슨 뭐 각자 여러분이 비밀리에 먹는 특효. 아, 大家都有一个自己偷着吃的，你们不自首我都知道，你们都有一个自己吃的药方。那是你们自己选的自由。在我看来，那些偏方那些药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啊，什么这个液呀，那个丸啊，这些东西啊。啊，在这里。 你们还服用那些药呢？这说明什么？你们的信心还不够。你们对生命的信息领悟还不够。你们内心当中还没有生命的气息，还要靠自己的丸啊、汤药来维持你们的生命。你们要相信，任何的药物也取代不了生命的气息，因为生命的气息是维持生命的最本质的因素。 그래서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不会勉强你或者强迫你不要吃那些药啊玩的但是我坦诚的讲这些东西对你们的遗传基因的康复不会起太大作用因为遗传基因是文字信息它不对物质起反应它对意义起反应자 유전자는 뜻에 반응하며 遗传基因对意义做反应，对好的信息做反应，但是反应的程度呢，取决于你的信息。遗传基因为什么对信息做反应呢？이유를얘기해보세요。啊，你们能不能讲讲这个理由？上午你们学了是吧？为什么对信息做反馈呢？ 因为它是文字嘛，它是信息文字嘛。我们学过的是一种 ATGC 四种碱基组成的文字是吧？遗传基因呢？可以像什么？像上我讲的鼹鼠一样，对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旨意，向创造主的旨意做反应。 那么这些鼹鼠、这些植物、动物都一丝不苟的向创造他们的创造主的旨意做反应。那些果蝇，他们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也是按照创造他们的创造主的旨意来行动的。那么他们行动的模式的程序已经是创造主为他们已经编写好的。所以呢，所有的生命都是为。 向着这些旨意做反应、做反馈，那么这个最佳的信息就是爱。所以呢，所以呢，遗传基因是文字信息。那么文字信息呢，对旨意做反应，对你们自己的意念也会做反应。啊，你们每个人心中的念想、一个念头、一个意念，都会影响你们的。 치매 걸린 사람들의 뇌를 잘라서 보면은
为什么会得老年痴呆症的大脑做切片？实验结果发现，正常脑子当中发现不到的一种物质，是早期老化物质。发现一种正常人大脑中没有的物质，叫早期老化物质。 조기 노화 물질. 그러니까 뇌를 조기에 노화시키让了大脑呢发生早期的老化 빨리빨리 죽어버려요. 让大脑细胞呢很快的衰老死亡称为科学家称为 이라고 부릅니다. pre-senolin. pre라는 말은 조기란 말. pre 是先的早期的意思. senolin 是老化的意思. 물질이란 말. 是一种物质. 那么大脑里边有一种是大脑细胞过早的衰老死亡的物质 여러분 자신이 내 자신의 뇌 속에서 뭘 생산해요? 你们大脑里边呢在你还没有察觉的时候呢我自己的大脑里生产的这种早期老化物让我自己的大脑在老化 내가 치매가 걸린 것이 누가 걸리게 한 거요? 我得老年痴呆症是谁让我得的？是我自己让我得的。因为是我的意志，我的念想。치매 걸리는 뜻。那么让我得老年痴呆症，让我的脑细胞尽快衰老死亡的念头，念想是什么样的念想呢？什么样的意志呢？哎，大家讲一讲。 那不是真善美的那些假丑恶的，那个那么薄密感的。那范围太广了，我们说具体一点好不好？哎，谁来讲？对，厌恶，讨厌。啊，这个世界真让我讨厌，厌世。 觉得这个世界都是虚假的，都是丑恶的，都是邪恶的。那么莫不如什么？赶紧死了吧，灰心灰意了，厌世泄气。这样的念头，我们的脑细胞就会衰老。啊，那么脑细胞就说：“我们我的主人呢？啊，他不思想啊，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那我们就早点。” 罢工吧，早点卸工吧。所以这些脑细胞呢就会过早的衰老和死亡。那么就遗传基因就会分泌什么这种早期老化物。那么遗传基因对我们的念想、旨意做反应。那么科学家是怎样发现这个道理的呢？科学家们呢在做遗传老年痴呆症的遗传基因导致老年痴呆症的实验呢，是通过修女来。 进行实验的，这是。啊，那么nun就是修女是吧？修女员工。这些修女呢，图片上这些修女呢，是70年过70，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们的记忆力非常好。 是吗？大脑活动也非常旺盛，但是有一些修女呢，不到50或者50刚过头就已经出现老年痴呆症的症象。修女是怎样的人呢？这些人是进行老年痴呆症最好的对象，因为他们的生活很单纯。 不像我们啊，生活非常的复杂，是吧？啊，什么公公啊、婆婆呀、啊、妯娌啊，啊，反正就是带婆子的都让我们烦恼，是吧？哈，这个婆子就让我们感到有压力，是吧？那么修女呢？他们没有这些尘世的烦恼。 상관없이살잖아요.그래서生活很单纯，所以研究以他们做研究对象，啊，再适合不过了。但是再研究呢，却找不到答案。从表面上看呢，从表面上的生活的形态呢，并没有找到任何的原因。 所以他们科学家们最后下结论，就是说，他们的内心，每个人所怀有的心怀意念和他们的
能否患老年痴呆症的概率会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所以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些修女们的内心当中怀有怎样的心怀意念。所以为了窥探他们的心怀意念，就把他们的日记进行了拿来进行了研究。那么把这些修女们研究对象的修女日记拿来研对比研究以后呢，发现了很明确的现象。那么那些没有得没有患老年痴呆症的修女的日记呢，充满了每天的日记里面对生对生活赋予了意义，生活的十分价值充实。反而那些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修女的日记呢，都是空荡荡的啊，简单的写上几句也是什么，哎，这样活有什么意义呢？不如早一点谢世。我为什么要成为修女呢？啊，真想还俗，出去又有谁会认可我呢？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消极厌世。那么我们的遗传基因就对主人的这种消极厌世的旨意做反馈，那么大脑们也觉得，哦，我们存在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那么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也早点死吧。所以就分泌出什么早期老化物质。有些人说이곳에아주사기를당하고아有一个아受欺诈，죽고싶어요안죽고싶어요那么对世间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活头了，죽고싶어都说我一辈子积蓄都被人给骗走了。그렇기때문에자꾸죽고싶다그러면어떻게돼요那么我说哎呀莫不如死掉。那么这叫什么人财两空，小心하세요，你们要小心啊。뭐가뭐보다더중요해야돼什么比什么更重要，生命生命的气息要比钱财更重要，我们要知道合情合贵。大家要明白，重要的顺序改变，那么本末倒置，돈은남아있는데钱或许会剩下了，但是命搭上了，这钱还有什么意义呢？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呢，你们得癌症、得糖尿、得动脉硬化，其实很多的病因呢，都是因为钱、钱闹的。돈조금더벌라고어떻게해多赚一点钱，想追求更安逸一点的生活，却把身体给糟蹋了。那么仔细回顾呢，我们所走过来的生活历程，其实就是这样的。从今天起。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念头，在我们人生当中什么最重要？生命最重要，真善美最重要。那么你们维系这种自私的追求物质的生活，你们的肉体会很快就垮下来的。按照过去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话，那么不得病就怪了，那么癌症各种疾病，如果你们的生活习惯不改变的话，回去还会旧病复发。那么所以呢，遗传基因是用信息文字构成的，所以它对旨意意念做反应。因为文字本身是体现旨意的意志的，那么意志变化了，文字也会变化。所以你们心怀意念很重要，一念人生就是一念之差，正念还是邪念，你们的遗传基因都要做反馈的，这是十分重要的。那么那些身患癌症不容易康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些都是什么？都是 不碰南墙不回头的人。우리남편이세장을갖고안갖고아그럼我死了내가너뭐我老公会不会再讨个老婆啊我死了以后뭐이런거아무생각해봐야기분나쁜거怎么办呢？都想一些那些想起了让我们心烦意乱的事情。생각이라고부르지않습니다那么它不叫이게중국말로는말이되는말인지안되는지모르는데아我不知道中文这个意思通不通啊，但是思想念想念想这个汉字韩文写生觉，
여러분이 어떤 생각이 就是说你能感觉到你在生存，你在生活，感觉到生命，这叫生觉。좋은생각은好的思想呢是真善美，让生命的气息让你们的贯穿你们的细胞，激活你们的细胞里边的遗传基因，使之让它们能够正常运作，是吧？所以呢，让遗传基因正常的运作，激起遗传基因的运作以后呢，生命气息进来，啊，真善美，真善美的生命气息进来以后，遗传基因각한다이말각아하면은이게뭐예요让他觉醒감하고아他就活了감하고뭐해요觉动하는거예요아他就是就是一感他就要动좋은생각은좋은감동을일으키所以说好的念想会有好的感动좋은생여기서는你没有感没有觉你就不会有动你就不会有生所以我们好的想法让我们能够感觉生命感觉生存的想法才叫生觉所以说感到真善美感到生命的气息才是什么生觉就是我们所说的念想思想就是汉字写生我们的念想汉字写生觉觉悟的觉뭐가들어와서이건뭐예요生命生命的气息进来进入到遗传基因让它觉醒让它感动让它感所以它才能动起来是吧那么我死后会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不是生觉这是死觉这不是生觉了这是死觉了是吧那么通过新起点生命程序我们的生命能否重新复燃啊就取决于我们在生觉还是死觉你们再怎样做健康食疗每天啊再怎么用物质的东西来追求健康但是你的念想不是生觉而是死觉的话那只能是死路一条그래서사각하고싸워야你坐在那里如果不把你的念想从死亡的角落里拉出来让你们的思想念头成为积极向上的生命信息那么你就不会恢复健康的예의가없습니다死觉是不讲理的사각은강제로들어见机就会趁虚而入들어오지말라그래도돼막들어막들어아他不管你사각이제일못들어오는데가어디요他都会趁虚而入啊那么死觉最无法进入的空间是哪呢就是现在你我在一起的这个空间这个讲课的课堂강의실에앉아있으면坐在这个课堂里边我们把所有的不好的念想那些杂念的东西都给抛开了在这个讲义的过程当中充满了真善美的信息所以这个空间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气息这种气息充满了这个空间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气氛好的气氛在这个划分的空间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我们称之为好的气氛、啊、充满了真充满了善充满了美这种真善美的信息充满了这个空间所以我们说这是气氛很好所以呢新起点生命运动呢我们要成功呢우선여러분首先여러분자신을분위기가좋은곳에여러분을어떻게大家要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好的气氛当中아무리분위기가좋아那么气氛再好어디분위기가나쁘면안돼요如果你的心境还没有调节过来你的内心还处于阴沉的消极的状态当中你的细胞就不会做任何的反应那么不是生觉而是那种死觉会占据着我们的念想那么讲课一结束啊，这种死觉又占据了你们、啊、这是真的无可奈何
근데 이 생각은 여러분의 생각, 선택하지 않아도 사각은 강제로 들어옵니다. 여러분이 원치 않아도 막 들어와요. 不管你愿不愿意，他都会趁虚而入，是吧？ 그래가지고 점심밥 먹고 방구석에 들어가서 배가 움찔하면 응급실에 가야 돼. 为什么会喝酒呢？因为死亡的念头，死绝，在我身体里酿出很多的杀机，杀气腾腾，让我们变的。 사기를 이 살기를 막을 수 있는 기는 무슨 기요? 那么阻挡这种杀气唯一的气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气息，是吧？所以你们要获得生命的气息。 이게 무슨 싸움 같아요? 这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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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较量呢？就是用电视打比方的，就是信息电波的，电波的，都강한 전파를 쏘면 못 들어옵니다。 电波的较量，比如说，不好的信息要用更强烈的信息来阻止。为了让这次死亡的信息不能进入到我们的脑子里，为了让不让它支配我们，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思无邪，要做生命的思想，生命的念头。 要刻意的、主动的去什么？去做积极的念想，去选择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思维。当我在死亡的阴影里的时候，我们不会有歌声。那么癌细胞在我们身体里边在肆虐，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心情来唱歌呢？ 但是非常的对策是什么呢？ 내가就是이런사각으로벗어서我要从这个死亡的角度摆脱出来，我要开心，我要高兴，我要积极主动的去做这个选择。那么就要怎么样？就要去唱歌是吧？여러분，이게那么这重要不重要？这难不难？如果说难，这很难。 但是如果说容易，如果你觉得你为了战胜死亡的念头，那么唱个歌仅此而已吗？这有什么大不了呢？
念头一转变，哦，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吧？嗯，坐起来可能就一如反掌。如果你们被死亡的念头所支配，没有心情去唱歌的时候，你们就会这样说：好了，为了接受生命的气息，为了选择生命的气息，是选择真善美的事物，是吧？选择真善美的信息呢？我要怎么样？我要祷告，我要赞美。 그래도 안 되면 뭐요? 아, 那说明什么？啊，你们很腼腆，很抹不开。那说明什么？啊，你们就因为这个抹不开，这个腼腆，你们就被死亡的念头所控制着。那么这就说明你们选择了什么？选择了死亡的道路，让死亡的念头支配你们。所以，你们要战胜死亡的念头，你们要唱歌，开心的去唱，大声的去唱。除此以外，没有选择。 唱歌，내가도저히노래할수없는기분그분위기속에서唱歌呢，并不是让生气能够生的气息能够进入你的身体里面。唱歌呢，至少让你从什么从这种死亡的阴影里头摆脱出来，这是一种挣扎。那么，如果你没法祷告的话，那么你取一个祷告的姿势，装作祷告。 그노래가안나오면은불러라그랬다아니니如果真的发自内心唱不出歌的话你张嘴跟着发声一个素食的지만안하면은쉽게할수있습니다그렇죠这都是发自什么抹不开腼腆的腼腆的这种情感支配着你只要你能抹得开那歌声就很容易唱得开生与死的选择前提和谁作战 就是和那些抹不开的念想，那些腼腆的念想做较量。让我们关闭了接受真善美的信息的大门。这我们就吃大亏了。我们从小呢，我们就受到了这些 腼腆和抹不开的教育，是吧？啊，爱面子。就是说你啊，这别人怎么，别人会怎么看我，是吧？那么总觉得不好意思，碍于面子，抹不开。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个人住在公寓的四楼，他着火了。 消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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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합니까? 你们是留面子不要命呢，还是不要面子要命呢？那么答案很简单，答案已经。 여러분, 반쯤만 입고 뛰어내리면 나중에 신문 기자가 그 여자는 뭐요? 报纸上会说什么？啊，记者说啊，这个女子真是不要面子，是吧？真不知羞耻，会这样写报道吗？ 뛰어내리면 신문 기자에 어떻게 나가요? 那 报纸会怎么写？ 그 용감한 아, 这是个勇敢的妇女，是吧？ 纵身跳下，啊，穿着内裤就能跳下，捡了一条命。啊，你是一夜之间，你可能成为知名人士了，是吧？问题就在这儿。
이 여자가 안 뛰어내렸다 합시다. 如果假使说这个女的没有跳，碍于面子没有跳下来。안 뛰어내리면은 没跳下来。 반즈도 탑니다. 你的内裤也保不住。 더 쑥스러울 줄 아십시오. 아, 那么更掉面子是吧？ 아시겠어요?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안 탈 리가 없어. 你不但你们的面子保不住，你们的内裤也保不住。 그런 꼴 보여주기 전에 你们为了不丢这个面子呢？ 赶紧跳下来。 아, 命要比面子重要。 不要被死亡的念头所支配。 因为死亡的念头是不顾情面的，他不管你愿不愿意，他们会趁虚而入，在你们身体里造出癌细胞、各种病变的细胞。那么，生命的死亡的气息，杀气腾腾，而生命的气息生机勃勃。他带着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信息来到我们的体内。 激活我们所有细胞正常的功能，所以创造生命的创造主是生生不息的创造主，而杀气腾腾的死亡的气息呢，在不断的扼杀我们的生命。啊，这两种气息在不断的进行较量。那么我们站在哪一边呢？ 站在哪一边呢？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们是在和死亡做较量。那么我们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战胜死亡的力量。那么为了战胜死亡，驱散死亡的气息，我们就要靠什么？生命的气息。死亡的念头扼杀我的生命的时候，破坏我的。 遗传基因扭曲我的生命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更加的去追求生命的气息。只有我们接受生命的气息，只有归依于父神的生命的创造主的时候，我们才能战胜病魔。只有把死亡的念头变成什么？生命的念想的时候，我们才能战胜疾病。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房间之间一定要什么？两两三三的。要做什么？要做啊。要抛开面子，是吧？ 大家要坦诚的相对，洗澡的时候也一边唱歌一边洗手。那么这样，死亡的念头想占据你们也无法占据你们的念想。啊，这就是新起点运动的最根本的要领。这是十分重要的事实。 이거하는것이여러분물마시는것보다더중요하죠예중요하지금이일어나면吃食物也重要早上起来喝两杯清水啊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一个한병에500cc아닙니까这一瓶水500毫升이거우리의사들이계산을딱해보면한사람한테성인한사람에那么我们医生经过计算呢一天一个成人需要喝 四瓶这样的水，普通人只喝一瓶半。얼마나물이부족해요？那么我们身体绝对的缺乏水分，所以因为生命的基本条件没有具备好，所以细胞就肯定要。那么一天是否喝了足够的水分，这和我们 健康，直接的关系，但是呢，一丝毫的足够的水分，这和我们健康直接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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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一丝毫的足够的水分，这和我们健康直接的关
都因为这个面子做不了阻止这些好的事物
进入我的体内。 I love you 해보라그래도而说对老公说一句我爱你也没法说。 하여튼 좋은 거 해보라 그러면 다 소용. 让你做好的东西，好的事情，都碍于面子做不了。 미워하라 그러면 하나도 안 쑥스러워요. 那么去恨一个人，那么一点都不碍面子，是吧？ 쑥스러워서 发牢骚。 사람 손들어. 那么这些碍面子的人，心里却没有仇恨的人，请举手。 쑥스러워서 못 슬퍼하는 사람. 啊，没有忧伤的人举手。 이 쑥이란 게 참. 这个碍面子的心理。 阻挡好的事物，却纵容坏的事物。 제가 굉장히 쑥스러운 사람이었어요.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爱面子的人。 너무너무 쑥스러워 가지고. 爱面子爱到什么程度呢？ 우리 때는 국민학교라고 그랬죠. 국민학교. 当我读小学的时候叫国民小国民学校，在我读国民学校的时候， 因为太抹不开，太腼腆，老师点名的时候。 别人都会的道，但我连这个道都没法说。李湘九，哟，声音呢发不出来。啊，碍于面子，很腼腆，内向。老师在课堂里讲课的时候，开玩笑，笑的时候呢，别的孩子们嘎嘎笑。 저는 웃음이 안 나와. 그럼 我却 笑不出来. 为什么? 碍于面子. 이제 많은 거요. 그래서 여러분 많이 웃어야 되고 박수 치라 그래도 뭐 때문에 못 쳐요? 让大家鼓掌，大家不鼓掌什么? 碍于面子是吧? 이상하게 이게 나한테 안 맞는 거죠. 아, 好像鼓掌，好像合不合适吧？知道是我需要它。知道鼓掌对我的健康、对我的身体都会有好处，但是就是鼓不出来。知道唱歌对我的身体好、对我的情绪感情有好处，但就唱不出来。为什么？碍于面子。如果大家成天碍于这个面子，大家的生命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被束缚。如果 변하지 않고 그것을 如果没有变化，按小的时候仍然在碍面子。大概我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大概我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说大事不好。早这样下去，以后连女朋友的找不到。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呢，非常疼爱我。 제가 하도 기가 죽어 있으니까. 他看我成天这样，打蔫儿，说一。 담임 선생님이 좋은 생각을 한 것 같아 자기 딴은. 他就激发图想，突发奇想。 급장을 뽑고 그다음 부급장을 둘이를 뽑는다. 选班长，然后选了两个副班长。 급장 한 사람, 부급장 한 사람은 너것들이 투표를 해라. 说一个班长和副班长， 또 한 사람 더 있는 거는 내가 另外一个副班长呢，由我来指名。 그래서 이상구 이렇게. 那么指名李湘九，你当副班长。真的吗？指名的。当时被几名，我吓得很哆嗦。副班长，这我怎么担当得起呀？担任선생님날로뭐예요？班主任老师呢？是想让我。 想让我鼓足勇气是吧？出乎老师的意料，老师一说李湘九当副班长，吓得我屁股尿流。然后到教室以后，我说不行，我来不了。班主任老师说，你这个没出息的。当时我是这样的李湘九。그날 이후로 自打那天起， 我背着书包回家的路上，我就说，我是这么没出息的李湘九吗？这样下去大事不好。我要鼓足勇气，是吧？怎样才能鼓起勇气呢？我下的结论就是什么？결국그선생님이나를부급장시키는바람에제가이연습을하게되고。啊，正是托那个老师的福，班主任的福，当上副班长以后。 我就开始鼓起勇气，首先做的就是笑的练习。那么一想要强作笑颜，还没笑呢，想起这件事，我已经开始碍于面子了。所以回到家里自己关上房门，面对着镜子，문 어떻게 해요？
把房门都关好，窗帘拉上，然后对着镜子坐，怕别人看见，碍于面子。아무리봐도아무도보는사람이없어집안에도아무도없고确认啊没有人거울딱뜯어보고以后看着镜子开始怎么样웃는연습을하는开始做笑的练习쑥스러워요啊自己面对镜子都感到碍于面子不好意思그때제가놀랐어当时아무도안보면뭐当时我自己吓了一跳我以为谁都不看谁都不在场会抹得开的但是没想到谁都不在我自己都抹不开自己啊真是比我想的要难得多所以要鼓足勇气哎有什么大不了然后强作笑颜在我里边有一个家伙对我说你看你皮笑肉不笑누구한테쑥스러운거요아谁对谁抹不开呢아原来是我对我自己抹不开不是对别人抹不开이순간에제가在这一瞬间큰거를깨달았습니다我明白了一个真理그어린중학교2학년밖에안되지만还在年幼的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아내가하나가아니고我不是我自己하나가아니고我李香九不是我一个李香九我有两个李香九한이상구는一个李香九 说你要笑啊，决心开始改变性格的李香九，还有一个李香九就是嘲笑要改变的李香九，就说哎，你看한이상구는살아볼라는一个李香九呢，이상구는뭐요是要活下去的李香九，还有个李香九呢是不让他活下去的李香九。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两个自我在不断的做较量，有一个自我呢在不断的吸烟。아享受享受这个尼古丁是吧담배맛좋다아这烟够香够浓没烟我怎么活呢哎呦끊어야되는데아还有个自我在说什么你得戒掉한사람이요두사람이요아一个人有两个自我아一个自我非常喜欢这个尼古丁그것을갈등이라그럽니다我们称之为矛盾우리속에는我们内心생각과사각이함께뭐요生命的念头和死亡的念头在不断的进行较量자好了여러분자신을한번보세요大家现在开始细心的观察你们自己你们是被死亡的念头所支配呢还是被生命的念头所支配呢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呢我们就是要让你们的念想从死亡的阴影里头走出来变成生命的念想知道吗我们要战胜死亡的念头这是恢复健康的第一步담배를피우고싶은나啊，一个想抽烟的自我，一个想戒烟的自我，这两个自我之间，哪个是真的自我呢？진짜나는어떤나가哪个是真的自我？是吸烟的自我呢，还是戒烟的自我呢？就是想活的自我才是真正的自我。那个真正的自我呢？석가모니선생님은释迦牟尼说，지나라고불렀습니다。释迦牟尼归之为真我。佛家讲真我그리고담배피우는게너무나를吸烟快追求快乐那个自我呢就成为假我자好了这个真我和假我之间在不停地进行较量这个假我也称自我是吧지나와자의싸움这个여러분몸에병을일으킨존재는누구예요上帝生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创造的原先的旨意就是如来그래서那么让我们不断把我们赶到死亡的角落里的自我就是这种假我所以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假象当中假作真实真亦假그래서제가
他以那时候给一想当时我明白中学二年级才明白了啊，有两个李香九，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希望生存的李香九，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把我赶到死亡的角落的李香九。这两个，我的人生受谁的支配呢？就是受这个假我的支配。 안 되겠다. 내가 이겨야 되겠다. 아마 뭐야 찬성다. 보신 这样的话，我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要。你干嘛？你里面的这个假，我就嘲笑我是吧？你看你多蠢，你看你多笨。所以我就说你住嘴，你靠边站。啊，这样一来二去，啊，这个假我就慢慢退去，就不再嘲笑我了。 但过了不久，这假我又出来嘲笑我。但是我不屈不挠的，坚持跟他较量，最后假我投降了。所以，李尚国的真我战胜了假我。大家的。 大家与病魔做斗争，就是真我与假我之间的较量。大家在一生当中啊，会得病，那么得病了就怨天尤人，是吧？我怎么得这种病呢？大姑姐也怨，老公也怨。 婆婆公公也怨，那么怨天尤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把你们逼入死亡的角落。那么阻碍了生命气息进入你们身体里面。所以你们要，所以你们要死亡的念头不要让他们占据你们的思想。 你们阻挡不了鸟儿飞过你们的头上，但是你们可以阻挡鸟儿在你们头上筑巢。那么，生命气息的主人呢，就会眷顾我们。他说啊，你需要生命的气息，就会加倍的赋予生命的气息。靠着这个生命的气息，生命的力量，我们才能战胜死亡的阴影。 这样，我们的遗传基因才会不正常恢复到正常。那么，帮助大家恢复正常的这个运动，就叫新起点生命运动。这就是我们恢复生命的非常措施。可是，以必伤的策略，大家现在启动了这个非常措施。 大家现在启动了这个非常措施，大家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要打消爱面子的这种顾虑。大家来到这里，吃我们为你们准备的食物的时候，健康饮食。 健康饮食啊，那这种程度能吃，但有些人说，哎，这能吃吗？嗯，卡卡啷个是么？那么爽，有一点辣的、爽的该多好，是吧？想吃那些辣的、咸的、爽口的东西，其实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害无益。其实。 事实上，小孩子吃什么？一岁两岁的孩子吃什么？如果你给他吃辣白菜，他吃的时候，他会哭。我们学抽烟、学喝酒，刚学抽烟、刚喝酒的时候，你们难受不难受？但是习以为常以后。 比如说我不喝酒，我的人际关系会不融洽，是吧？喝酒才能怎么样？啊，朋友会多。那么你们就越来越忽视自我的声音。啊，想被别人的眼光。
특주의 매운 김치를 먹는 것도 어릴 때부터 이렇게 훈련이 돼서 그래. 那么我们吃辣的东西也是从小打小练出来的。 매운 김치 먹은 사람 손들 보세요. 那么刚生下来吃辣白菜的人举举手，没有吧？ 두 살 세 살 때는 다 먹어요. 엄마한테 2岁3岁的时候 어떻게 해달라고 그랬어요? 妈妈说，对妈妈说，说妈妈，你把这个辣白菜给我洗一洗，然后吃，这才是真格的，是吧？ 그러다가 다섯 살 때 5岁6岁的时候 어른들이 大人们就说。 大人就开始施加压力说香九你还洗白菜吃啊그래놓고뭐라그래요然后说什么언제크나될래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呢周围的大人呢大人给我一种信息最好像是什么你吃不了辣白菜你就是个小孩子呀이제김치안씻고먹네상구아香九能吃辣白菜了 그러면 상구는 뭐요? 香九的心里是一团火，辣的一团火，但是表面上是什么？哎，觉得很骄傲，是吧？지난은 김치를 아직도 真我呢，被烧的一团火，但是假我呢，却怎么样？啊，却增加自信，就这种。 训练的 过程当中，这种虚像的、虚妄的假我，就慢慢的形成。那么活着活着，我的真我，却被蒙蔽了，消失了。全部허상이야，都是被这种虚妄的虚像所蒙蔽了。人家需要看我是怎样看我，我的自我是被。 人家的 眼光所 打造出来的，这种假我使我们的遗传基因发生定律。这种爱与情面、腼腆的心理，就是假我所使的。所以，饮食，吃什么样的饮食，对我们来说意义很大。 如果你们真的需要什么，需要盐，你们可以给我讲；需要酱油，需要辣椒酱，你们可以讲。 준비다 해놨어. 我们随时可以提供。 왜 여기는 무엇을 존중해 주는 데니까? 我们这里尊重 선택의 자유, 大家的 自由 意志, 尊重 大家的 选择. 우리는 뭐 억지로 강제로 뭐 从来不勉强. 여러분이 안 먹도록 선택하기를 우리가. 我们只是希望每个大家发自内心的去选择好的事物. 明理了，选择就不可能了。可是呢，死亡的意念想是不由你们的意志的，因为它不是爱。生命的为强制了，生命的气息为什么不会强制呢？因为它是爱，爱是不勉强的，靠你们自由意志去选择。 그래서 생기는 보면 구하라 그리하면 所以你们要求 주실 것이요 他就会给你们 예 你们要求 선택하라 恳切的去求 你们要选择 내가 강제로 주고 싶어도 줄 수가 없어 我想强硬的塞给你们 但是强扭的瓜不甜 무례히 행치 爱是 무례하게 爱是 温柔的 不无理的 그래서 생기의 본질. 所以 생명의 气息 본질은 就是 그래서 是爱. 이 뉴스타트를 통해서 所以 통과 신기의 생명 운동은 허상을 大家要打破你们的虚像. 아시겠어요? 打破你们的 잘 안 될 때는 要重新 发现 并 找回 여기는 식당이 너무 멀어요. 아, 우리는 뉴스타트 하긴 참 좋아. 饭堂离 讲堂 옛날에 우리 오세계에서 할 때는 바깥에 나가고 막 운동 运动啊，会有好处。我们以前在别的地方做这个讲课的时候呢，有些患者到外面去吃东西。담배 끊는다는 것도 보통 일이 아니잖아요。戒烟也不是容易的事，容易的事。开始强做笑颜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你们不要屈膝。 不能 妥协，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千万不能妥协，千万不能屈膝。要站在生命的立场，要接受生命的气息，一定要打赢这场仗。그래서
所以呢？이 뜻을 정한다는 게 참 중요합니다. 所以你们 내가 한번 봐요. 决定意志 非常重要的. 생명을 내가 이루도록 한번 해보자. 我要重新 이렇게 建立 생명. 생각을 这种好的念想是十分重要的. 생기가. 所以当你们心怀这样的生命的意念的时候， 生命的气息就会充满你们啊。 도와주십니다. 那么，그래서 이기는 생명의 주원은 就会帮助你们成全你们恢复生命. 뉴스타트는 진짜 멋있는 거예요. 아, 신起点 生命运动是十分了不起的，十分了不起。 그래서 여러분, 그래서 저는 일주일 동안 이렇게 미소 연습을 해가지고 성공했습니다. 所以我通过一个星期的练习呢，我的抹不开的性格，不光靠微笑，我只顾过媳妇儿，从手里捏是无辜媳妇儿，还在微笑的基础上想放声大笑，回家以后开始我就一点。啊，那里边的家伙又开始嘲笑我，哎，你看，放声笑，你靠一边袋子去。 그리고 해가지고나중에 소리 냈습니다. 这场较量是十分艰苦的。不要被假我牵着走，不要被假象所蒙蔽。那么结果就是生命被扭曲，导致各种疾病。过了两周以后呢？我又进一步，我又进一步，我就想什么？我们班里头最大的。 成为我们班里笑得最欢、笑得最大的人。当时我们家后院是个果园，所以我到果园里开始放声的叫喊，呀吼，放声的大笑。我说：“이상무박사가그때벌써웃음치료를만들어냈어。”啊，所以李湘九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已经明白了用微笑治疗性格的疗法。微笑疗法。애가달라져버렸어。那过了一个月以后，我成了另外一个李湘九。整个班里谁笑得最欢？ 그때부터被人家认可。그때부터제 친구가 생기기 시작했어。我开始被人家认可。그때부터제 친구가 생기기 시작했어。从那时我的朋友开始越来越多。打那时以前我没有朋友，没交上过朋友。그러면서이제从那时起，我的为人，我的交际，我开始产生什么？自信心。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开朗。 오늘날 이렇게 꽃이네요. 아이유 면즈 면 铁幕不开的李湘九，我自诩为生命气息的拉拉队长，是吧？我为大家呐喊加油，为大家鼓足生命的气息。为别人帮助别人找回自己的信心。 鼓足生命的气息。所以，医生，我再给患者下处方，手术做得再好，但是结果呢，还是改变不了他。为啥说病人是患者를봐도在医院里看一看，对那些对生不抱有任何希望的人，医生束手无策。놀라운 일입니다。啊，这是我发现的非常。
착한 사람은 뭐예요? 우리가 볼 때는 아, 안 되겠는데 해도 뭐예요? 의사는 불가능. 당시 사실 생의 욕망이 강력한 사람은 생존의 기회가 더 큰. 그래서 호랑이 입에 물려가도 뭐만 처리면 된다. 수입이 라오 떼어去 只要你们 정신 차린다는 말. 요이거 생의 의념. 뭐를 한다는 말. 너희들 그냥 화자 회라, 是吧? 진나의 생각으로 내 只要你们用 真我的 念想 지배你们. 자의 생각을 모여 정신 차리고 너희는 真我. 不要被那些假我的假象所蒙蔽欺骗. 생각으로 被他们 지배. 找回 真我. 找回 真善美的 念想. 내 가슴을 채우는 것을 用 정신 차린다. 아, 用生命的气息充满我们自身. 암이라는 이 호랑이한테 물렸어. 你们被癌症的病魔所吞噬. 끌려가면 죽어. 그렇죠? 那么你被他牵着走，那么你可能束手就擒. 정신 있으면은 기분 안 나요. 아, 但是你们咬牙 물고 가는데 想活下来的话, 那么你们就能活下来. 포기합니다. 那么老虎 在你们挣扎的过程当中，老虎可能就会怎么样放掉你们。所以被老虎叼去，只要你们精神尚在，你们就活下来。所以用真善美的生命的气息，让你们的生命细胞重新复燃，让你们的生命信息，让你们的遗传基因能够正常的运作起来，恢复正常的功能。 이제 내 진화가 무엇이고 자아가 무엇인지 정확하게 아셨습니까? 오전 시간을 통해서 병의 원인도 아셨죠? 적을 알고 나를 알면 백전백승이라는 말이 있습니다. 싸워볼 만한 싸움이죠? 뉴스타트 한번 멋지게 해보셔야죠? 다 같이 일어나시겠습니다.
여러분들을 위해서 맛있는 그리고 사랑이 가득 담긴 식사가 준비되어 있습니다. 저녁 식사 맛있게 하시고요. 7시 30분 저녁 강의 때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